游泳馆踢馆。老师，教我们游泳吧。想学游泳啊，得先学会憋气。小朋友终究是小朋友啊。是憋气太久产生幻觉了吗？等这个二号分身消失，三号接上。是。这么能憋气，他真的是小朋友吗？老师，我们可以游泳了吗？着什么急？你以为你有个鱼子就很会游泳了？蛙泳、蝶泳、自由泳，我仰泳，我样样都会。哼，那我就给你们上一课。这招杀之猎刃，你怕是学不会。这招太丑了，我不想学。老师，不如你教我们跳水吧？没问题，想当年我还是个跳水冠军呢。那我们就比谁跳的浪花响。不，我们比谁跳的水花大。老师，你确定要这样玩？下来吧，别怕，我能接住你。好嘞，那你可接稳了。人呢？老师，接住我！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们真的是来学游泳的吗？钓鱼达人，好小乐，今天你要是能钓到鱼，我就叫你一声爷爷。真的吗？那你这个孙子当定了。我早就悄悄把你的鱼饵换成隔夜饭做的。根本不会有鱼来吃。这是隔夜饭。有了，金牌蛋炒饭。大意了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噪音攻击法。柯小兵，你这是耍赖。那又怎么样？有本事你让鱼回来啊！既然这样 ，Come on the way。水质净化器，有鱼上钩了！可恶，幸好我还有杀手锏。你的鱼竿昨天晚上就被我做了手脚，一用力就会断掉。好重啊，肯定是条大鱼，给我起！这不可能！爷爷，学习遥控器。啊，小乐，你就不能好好学习吗？要学会做一个爱学习、爱思考的好学生。老师，我也想啊，奈何实力不允许。你给我等着！学习遥控器，有了它，不管多不爱学习的学生，从此都会爱上学习。就这，我才不！我爱学习，我爱学习。太好了，又一个三好学生即将诞生。老师，一加一为啥等于二？一元二次方程组用英语怎么说？老师，语文中的动宾短语和动补短语是啥意思？下半夜一集啊。老师，老师，老老师，哎呦我的妈！奇葩比赛之中秋做灯笼，中秋灯笼大赛开始。这是我的水母灯笼，噔噔，你看它发光了。你搁这骗谁呀？水母本来就会发光，给你个创意分吧。这是我的鱼灯笼。你这分明就是活生生的灯笼鱼嘛，除了发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啊，如果它还能进化呢？进化？进化吧，灯笼鱼。切，能进化的灯笼？怎么办啊？我没做灯笼。你跟我说也没用，我又不是灯笼。你想？这是我的灯笼。这分明就是柴圆圆，除非你能让它像灯笼一样发光。能。灯笼可是能唱歌的，一首歌一会儿小卖部零食随便挑。柴圆圆，柴圆圆真可爱。下一个，柯小平，你的灯笼呢？我的灯笼在天上。你耍我呢？你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弄给你看。老师，你的灯笼居然是月亮？小意思，毕竟我母亲可是在外太空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！处女座的生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校长把老师都喊去排练节目了，今天提前放学。好耶！本来还想邀请大家一起过生日的。时空穿梭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为你准备了生日惊喜。马上来，带你去玩。我为你承包了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店，喜欢什么随便拿。哇哦，这也太幸福了！来试试吧。我们为你打造了洁净手链，你们对我也太好了吧！这是你喜欢的时装模特，我帮你争取到了同台机会，太棒了！
我要到了你喜欢的漫画作者签名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你们为我办的游艇派对，今天真开心。我们才要说谢谢，你平时对我们温柔体贴，咱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以后也会一直陪着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，我也祝所有的处女座朋友生日快乐。家庭背景，这节课我们来做个家庭调查。郝小乐，你家住哪里？我们都有一个家，名字叫中国。你家有几口人？兄弟姐妹都很多，景色也不错。那除了兄弟姐妹，你家里还有谁？家里盘着两条龙，是长江与黄河呀。我倒要看看你家还能有啥。还有珠穆朗玛峰，20最高山坡。我信你个鬼，你家有这么大？我们的大中国呀，好大的一个家。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他。假如学生来管全校纪律，所有老师立马睡觉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想批改完作业才睡，别的老师都能改完，你怎么不能？明天早点起床回办公室改。还好我藏了手电筒，给。啊！居然敢藏违禁物品，没收了。可疑物品也先交给我保管。我再也不敢了。不准手抖，都弄脏餐台了。切，这是职业病，改不了。上医院检查一下，治不好就换份工作吧。嘿嘿，又赢了。哦，老师这么贪玩，学生看到多不好。奇怪，我卷子放哪了？桌子这么乱，老师还怎么专心备课？躲在厕所偷懒，还怎么教育学生？公开批评这三位老师，同学们要引以为戒哦。体育老师，请站住！你缺课太多次，违反学校纪律，要罚你。罚我写检讨？那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不，我要罚你请家长。什么？老师知错了，千万别打电话给我爸妈呀！意外的作业抽查，随机抽取一名幸运同学。检查作业，老师，为了得出一道历史题的答案，我穿越回了冰河时期。可惜作业本被冰封了，解冻需要10000年。哈，小浪，这冷气击中了我的心巴。咱们班有天然空调了。我先放你一马，杨白白，你作业呢？想要我的作业，得去找校长。为了弄清题目中的行人能否追上汽车，我带着作业本去演戏了。燕子。算是追上了。天哪，作业本上出现了沙雕，这沙雕非我莫属，我收藏了。算你狠，交不了作业的还有谁？老师，还有我。莫小莫，你可是学霸。我想挑战自己，就用了5种字体写作业，现在送去书法大赛评奖了。这也太优秀了吧。报告老师，我昨天强迫症犯了，利用显微镜挑出了小黑子，作业本被拿去研究了。这也行。老师，还有我。还有我。还有我。无限反转之考试的较量。郝小乐，这次考试你要是能考满分，我就叫你一声爷爷。满分有什么难的？我早就把答案藏在笔盖里了。是吗？你仔细看看。就知道你想作弊，你的答案早就被我换掉了。我早就猜到了，所以我已经收买了隔壁的学霸，让他给我送答案。不要得意的太早，其实学霸是我安排的卧底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早就留了一手，用无线电让外面的人念答案给我。长江长江，我是黄河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还好我早就在这里安装了信号屏蔽器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郝小浪发信号了，快点燃烟花。